煽动对抗、制造分裂的行径啊，历史上并不罕见，但最终无一不被人们所唾弃。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竟然又有人跳出来想拉下新的铁幕，制造新的分裂，这是公然蔑视人类的进步和智慧，也是公然大开历史的倒车，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，与大多数国家愿望背道而驰。 当然不得人心，注定应者寥寥。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，自由、民主、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，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。同时，我们深知，自由不是放任，科学理性、 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和合的国家。我们认为分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。中方一贯反对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危险做法。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，就是为了 超越不同制度的分歧，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，要形成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向。中方将为实现这一全人类的美好愿景，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。